首先我们要左手拿着绳子，左手拿着锁针，把这拉丝给它收进去，从这里拿一段先给它对折过来，一把先给它抓住。不管你是新手也好，老手也好，首先你要能提得动，你要左手要能轻松提得动，这是关键。如果说你连网都提不动，这网肯定撒泡，给它抖下，把链条抖平的。你看抖平抖正以后，我们先给它蹬一下，再放松，给它蹬一下蹬平，放左手，再用你的右手一把给它抓到底。然后这一段，你看网大概我们不要拿得太高，稍微拿低一点，大概是我们这个链条，你这个网大概是25公左右，30公左右，不要拿得太高了。你看这么撒，撒这网关键之处就是我们要转回盘，一手。左手丢，右手护盘转动，转动我的飞盘，要这网在空中给它转起来，产生离心力，把这链条给它张开。你看，左手一丢，你只要右手一转，终于就是这么简单，一抛就开了，是吧？然后给它沉到底，当这网绳到底的不动的时候就可以收了。我们先把这拉起来，你看，大家帮我点点，再把右边那个红心帮我点一下，双击屏幕点点右边那个红心啊，来了不？点个赞呗，来了来了，他来了，哦吼，这网。不得了，哇靠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来鱼了。